这是布丁给你的礼物，快打开吧！天哪，哇啊！布丁给我的，布丁们收集了各地的树叶。哦，各地的树叶，各地的树叶，哇哦，真的哇，我好有心啊！这个，而且是我的布丁和生米们，因为你有心，他们就更有心。哎呦，这么漂亮！谢谢哇，等我回去我要一个个好好的看。嗯哇，每一个地方。Hello， 这声。Hello， 这声。Hello， 这声。我们是来自于加拿大，然后我的妈妈是你的生米。Привет, 先生, это Лилия. Сколько лет, сколько зим? 秋生舅舅以后来我家吃草莓哟，再见。哈哈哈哈哈哈。Hello， 卡布，我是布丁阿姨，好久没有人叫我卡布了。你好，卡布，我是阿元。转眼间认识你也有12年了。10年的时候呢，在 YY 上听到你的直播，就觉得你像是一个小太阳一样。第一次知道你呢，是在你参加《好声音》的时候听到你唱的《欢颜》，真的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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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好听。我喜欢听大姨，然后呢，我的妹妹喜欢听。来来公爸爸来听歌，好开心看到你在音乐的道路上越飞越高，看到这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歌手周深。我的孩子们也在你的歌声中长大了，你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他们最喜欢的歌手和成长的榜样。你总说我们是你的光，有了我们你就有了安全感，但是我想说你也是我们的光，谢谢你随光而来。上一个十年我不曾缺席，下一个十年我也会继续一如既往不分场合的支持你。你一直唱，我们一直在，风雨同舟，深情不移，深你爱你。无论你是什么样子的，我们都会永远喜欢你。我好感动，希望你能够一直开开心心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我永远站在你这一边，爱你哦。真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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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加油加油！好感动哦！哦，头皮都麻了，好感人啊，好感动，付出一切都是值得的，哇，真的都是值得的，嗯，啊，救命，哭出来，哎，我觉得我已经很坚强了，可是每次就是听到别人的感谢的时候，你都会很受不了，因为你知道深深，你做的已经真的是非常非常好，非常非常棒，也配得上给你的这些爱和赞美。就很多人都爱他，因为首先是他用心去面对歌迷，去给予他们。谁？所以9月29号，我也会在。哎呦，别！因为我特别不喜欢过生日，因为我从小也没有过生日，但是就是。他们就会一直留言说你一定要过生日，如果没有这一天，那就不会遇见你嘛，也不会听到有一个人唱歌。就是没想到这一天除了我的父母之外，原来对那么多人还有意义，那干脆就把这一天再做回卡布，只不过给大家唱歌。嗯，9月29我也要去在直播间想你。好棒，谢谢谢谢所有老师们。好棒啊，深深乖乖，谢谢每一个听到我的人，谢谢谢谢深深带给我们那么美妙的歌，谢谢必须唱下去，加油，谢谢姐姐，谢谢真的。